我的东西来了，up the shop。我是一只不平凡的喵。这个就是我平时会剪接的电脑，我是用这家电脑来做剪接的。这个电脑已经跟了我5年，然后其实它是一个 laptop 来的，我给你们看。这个 laptop 因为它的 keyboard 不能用了，所以我就把它变成这样子，然后就连接 keyboard 还有 mouse 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喵频道。哇，生平第一次上网买 CPU， OK， 这个是 from AfterShock， 一直看到这个广告，一直打这个 CPU 很好用，所以我就为了我的以后的剪辑计划，为了我以后的 video 可以剪得特别好，所以我特地去买了这个 CPU， 大概价钱等一下我会放在这个 video 里面给你们看啦。所以这个现在我要开箱啦。这里面是什么？哦，他已经帮我安装了那个 motherboard 进去了，还有 certificate of ownership，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So， 他有讲到，如果你要 extend 你的 site warranty， 你要拍一个，然后 tag us， 然后过后还要 email to 他们的 team， 然后就有 warranty 了。OK， 所以这个是我整个资料在里面，里面还有其他东西，我等一下才看呢。So。金电闪到，竟然会有金电，应该还可能是一下子摩擦，所以这个是走整个 CPU 了。没有电的哦 ，Power button。哦，几枚。Few moments later。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请大家可以按个赞以分享哦。然后再按一个小铃铛，你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咯，谢谢你们咯，喵。